哇，梅雨真的造访嘉义了。那个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离中正大学大约是500公尺。放大倍率来看一下，前方就是中正的体育馆。那么从早上4点就来到工作场域等待这个降雨，大概6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下了，那有看到闪电、雷声。伴随间歇性的大雨，那为这一片这个土地带来滋润。那远方看过去，原本可以看到大尖山、二尖山，还有太平云梯。那现在看起来就是雾蒙蒙的，那边可能也下着这个蛮大的雨。希望都能够下在这个集水区，比如说云林的湖山水库、嘉义的仁义潭，还有蓝潭。哇，现在又有雷声了，而且这个雨越下越大，雨越下越大。那希望这波的梅雨能够为全省各个水库带来不错的进账，当然也希望这不要有这个灾害的产生，希望都能够平平安安。那感谢能够天降甘霖。哇，看到这片的土地真的是。一些作物最期待就是这一刻，这个比我们用那个水来浇灌好上太多了。这个是全面性的浇灌，好，再来看一下中正，兰华，兰华是在左侧。好，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